要来换指甲了。你要留一点长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想要送看看？不会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直接你这一次的长度不修，不要修短。哦。短一点点，把前面修平就好了。哦。嗯，就因为你现在是圆的，比较尖的，哦，所以我们把前面修平，大概这样子吧。这样应该还可以接受。可以。嗯，要不然你两个礼拜之后可能排长。啊，好。像它有打灯光，如果以打完灯光以后的比较接近的颜色，会是比较偏向这一个。嗯，因为你看这个颜色，其实它现在灯打下去，其实它颜色并没有很明显。嗯，那这个好了，小拇指那一个。对。最后一层的，哦。